十日，李晨在微博上发布视频，向一线医护人员、志愿者以及爱心人士致敬，并配文：一声问候，出门上班的朋友，请继续做好防护工作，战胜疫情，期待春暖花开。视频中，李晨口罩遮面，暖心叮嘱大家佩戴口罩，勤洗手，尽量不出门，保护自己，保护他人。网友评论道：期待春暖花开，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非凡娱乐十。